光绪22年，陈兴公的团长施琅领兵攻台，朱淑桂、范老两姐田克爽会献主投降，以单丁败阵，双丁降，或者丁号为敌。谁知影田家还未投降，王丁就先将计就计，用两拍白丁逼死朱淑桂一家口啊！天非妙境，王丁未主救援的这个诡计，叫托骨听心的这个不计我识破。当然，不计我的话果然应验。朱淑桂死前托孤，明金牛切龙血，带龙袍保龙面，靠着不计我的温神符，金牛破朱万凯顺利来走出王府。不过，有心赶尽杀绝的王丁，却在四城门前铺下七尺石灰，要逼金牛献身。不计我心生一计，以龙血作衣，牵牛要引阿勇啊，甲阿嫂啊，打着秘伫阿人来的这个金牛甲朱万凯，来逃出南城门。哎来安尼死，哦，惊死我！小杨哥，七彩对地啊！哦，往南，赶紧来往南呐！不贵啊，你莫找我啦！你莫找我啦！小哥，你莫走！哎，那会使无声音？嘿，莫怪嘛，莫怪我是讲哦，迄哪着空个哪会遮尔啊重？啊，原来哪着藏两个人伫内底，好莫怪咧扛袂叮当。你若想讲，伊毋知是人也是鬼吼？流泪话，可能袂吧？长头白日，哪有可能会是鬼？好咧，啊无，甲看卖一下。哎呦，两个人，遐一个囡仔，啊毋知是人还是鬼，甲望看卖就知影。哎，身骨是烧的嘞！一定是人，一定是人，这个嘛一定是人啊！身骨是烧的，啊，你是人啦？你才是活死的！哇，还搁咧喘气啦！姑娘啊，精神啊，身骨搁流血呢，哎呦，当害啊！伊受伤，我要安怎？老母搁无伫遮，就介讲两个人，我当我要安怎？擦擦伊去啊，救人较要紧。万般皆有数，命底早注好。阿勇为着要救人，三步做两步走，对罗汉门的阿母寮扎了一粒种。也另外一方面，无代无志放弃后生的阿嫂，一面烦恼囝，另外一方面
如果怕失去得良血这个好机会，把不给我杀了，伊原杀得一直从一直走。阿娘喂，哦，你那真当？真歹势，变歹势啦！我已经拢无力啦，拜托的，你去头前遐甲看。我娘甲解两只阿伯等阿伯。看，啊！你明明知影我找骂，啊！佫常常叫我看，我是要看啥？哟，我煞袂记的吼。阿母，阿母啊！娘的，你莫死哦！哎呦，我心肝的。来来来。阿母，阿母，哎呦，哇，哦，忝死，忝死，哦，哦，骨头拢酥去啊，哎呦，我，啊，这人啊底哪有人？啊，这是我呀，死的，死的啦，哦，死的哦。小兄弟，你讲阿兰内底人是安怎？无安怎啦，伊着脚脚边受伤啊，啊，搁昏去咧。啊！我想甲救倒回来，紧将伊抱出来。我改造啥干啦？来，阿伯，我来甲阿伯牵来哦。阿伯，来，我娘仔行来，等下，来啦，快来啦，哎，哎。操吧！有精神啊！不怪我阿伯。哎呦，因两个有熟识呢。阿伯，这是什么所在？你赶紧的，带我来去找良贤。命拢伫咧无啊，搁咧想良贤的代志。南边过啊！哎呦，来啊你！我跳！哎，等我一下。哦，来来。不，跳！安怎啦？啊？无咧动啊你？无啊无啊。哦，要是安尼，我家己咧戆啦。哎呦，安奈扫秋千一个过，啊地牛都翻身哈？不是啦，不是地牛翻身，是七七对地。无啊，是毋叫七七对地哈？你囡仔人有听无错，啊，就是唔知问。拄食三粒星，佮昨昏的三粒星，总共是六粒星，拢是往南平去呢。南平，这南平是往观音亭的方向呢。观音亭，修海，日数二六星。两手献身印主席，七星对地最后一条线，印洞出现了下暗主席。哎，安尼剩无几个时辰呢？不管我阿伯，阿伯，我求你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我求你饶我三界。你安尼是创啥？进去。进去啦！我唔卖，只剩几个时辰了。不管我阿爸，我求你，你一定爱甲我斗三工。你若无甲我斗三工，我真正无法度找到良家啦。福地福人居，有福则地，无福则是祸。福运风水的代志是注定的，无法度强求。这不是强求。你敢知影？找到良血，颠倒是厉害。只要当找到良血，不管是死还是活，我拢甘愿。你，我求你，你给我当差。明儿，这一切。
拢是命。对啦，人讲行船讨海三分命，啊，无得卡哦，伊无福气，啊，所以人个有福气的人，唔才得得着。啊，是讲哦，先生啊，我看伊安尼哦，安尼跪咧一直甲你拜吼，足诚意咧甲你要求吼，你嘛安尼甲斗三工一拜。啊，无安尼啦，用啊，你甲姑娘吼斗三工，带去先生因遐膏药啊啦。我买膏药，阿伯，我只要要找龙血刀。哎呦，迄膏药啊，也毋免耽误偌久的时间呐。啊，阮后生哦，脚长行路紧。保证你绝对会付的啦，但不紧去。哎，对，我脚长足好走的，我来去就好啊啦。母啊，你又讲唔对无啦？我一个人呢，哪有都跟到因两个？我多。哎呦，你这个戆囝哩，是算叫你用跟的啦？我是跟你讲哦，叫你用车拖啦，安尼啦。你在这哦，拖一下时间哦，阿母啊，赶紧拼回来厝的吼，把恁老爸挖出来，顺便牵一台车来。我若无倒回来，千万都唔通放伊先走，有听无？好妹，我知啦，我知啦。先生啊，哎，囡仔哭干的呢，用啊，紧去甲抱起来，漂亮啊！哎呦，紧甲抱咧，啊，我通啊，赶紧回来去挖。哇，来，起来，来，我等下挖番薯，我等下挖番薯，滚番薯汤，喝饮，安尼，啊，恁带伊去膏药啊，就安尼决定，啊，咻，乖。黄金翁啊，你是着讲几摆，你才会晓听啦。哎呦，你安尼无代无志，半暝啊出一个月，啊，即摆是七月十几啊月呢，哪有人咧学黄金翁啊啦？啊，我咧讲你是有听的啊，无啦？有啦，哪会无听的？啊，有听就紧应。啥物鬼？我咧插袂去几月啊，新月。人讲会过的，当下大地都袂过的，山神土地啦。哦。嗯。吓啥啦？因祖嘛绝对甲伊拼一摆。阿母的啊！哦，这个老翻天哦，啊七月时啊，啥物要去挖啥物咧风水，啊万一若七挖八挖，啊去挖到一寡死人骨头，安尼就出问题啊！哪有人七月时啊伫咧捡骨头？这个阿嫂实在是有影真计较。这七月时啊，是一种禁忌甲风俗，敢讲想袂到，这家伙若有这个老伙仔，实在是乱糟糟。人讲一门风水应三代，也毋过捡风水就爱看时看日，这一般嘛，大家拢总知。哪有人安尼三更半暝搁清清采采？啊，阿嫂，你嘛毋通安尼乌白来。父母饲囝，为囝吧。为囝大汉蹲牛草，一心只干想要得到良田应富贵的阿嫂啊，根本就无顾什么风水捡骨的禁忌，将朱阿谦的这个骨头翁啊抱咧，沿路底咧高粱车后壁来到观音殿。哎呦，我实在哦。嘘，用啊。嘘，说。哎，拍死了吼。我是要来方便一下吼，较紧的啦。哦，母啊，你叫我什么代志啦？我是死囡仔，你做你安尼直直走，啊，你唔着赶紧想办法，把恁老爸这骨头骨筋抬落去。抬？吓！哦，母啊，一个车门，你当作两个车门呢啦？
哈大街，这是咩台啦？我咧插插入去，你家己看要安怎想办法啦？啊，无紧台落去哈，啊，恁老爸这死人骨头冻啊要死呢，啊，我唔着全加了工诶。这钱对地，不管我阿爸，最后这点钱已经对地啊。哎呦，紧，那无事情也过哦，要不要付啊？我来去啊。用啊！啊，你唔着等我，啊，我冒这个胆，我死囡仔讲安尼无相等啦。哇！这只对的，这个是龙面。哇！金光闪闪，对啦对啦对啦，这都是龙血啦。哇！姑娘，是呢，迄灯啊拢开花啊呢！真的呢，灯啊拢开花啊！灯啊开花，哎呦，这敢是灯啊啦？是啦，是呢啊！那阮的罗汉门啊吼，有两种坐啦，一种坐吼是罗汉卡上坐啦，佮另外一种坐吼灯啊上坐啦。灯啊开花，不管我阿伯。你若听到灯啊开花，面色哪会这歹看？铁树开花是好事，也不过灯啊开花，恐惊灾祸随到。祸随到，太可怜。把你的剑给我。七岁，到白黑时，第二日低头想我。乌鸦啼血，得树开花。这地是飞龙万树地。飞龙万树地。喜鹊未到，乌鸦啼，得树开花，未相催。这块火龙地，若是要得到，就要先忌讳。忌讳？不过我阿伯用我的火好。无咯，姑娘啊，啊，即马身躯咧受伤，断气了，安尼唔好啦。我较粗用，用我的火，较透动，较透动。袂用的，万事的，相反的是定下分金配卦的意思。用恁的话是无路用的。不管我阿爸，袂用的，你唔通安尼做。阿勇，啊，去提香啦。哦，好。不管我阿爸，你已经甲斗三工真济啊，你唔通搁再牺牲啊。袂用的牺牲，甘讲，你牺牲良血，连王爷的心，你也无想要报啊。甲看四颗脸蛋无微无差，啊是要安怎将恁老爸这个骨头根落落去的龙血的啦？那就对了。香炉，母啊，将阿爸骨头甲倒香炉内面，安尼唔就会用的啊？母啊，你是安那啦？死老狗啊！为着要得龙血，今日太委屈嘞哈！母啊，那个时间啊，紧的啦！既然我已经答应要帮忙你，是福是祸，我一定帮忙到底。但你也把握机会，龙口一开，
将两袍血骨徛在流血，只不过千丈沙丘身发傲壮，千丈沙丘以下身转傲发，你要选择都是好。什么叫做身转又转？我真正听无你讲的意思。世间难求财主寿，两血虽然会当保掉，恁王爷的血呀，后天的强求福，福中必有破。有破？什么意思？人有三发三转，你绝对就是破。只是讲，大家破财破婚姻，迄就真歹讲。那呢，一发一转，到底偌济时辰？三笑为高数，两下当地因哩三十年、三代人，甚至三年、三天，迄个看迄个人的状况。金龙啊，春龙口，你这是从这长仔、甲龙宝、甲带入去龙血，加卡三笑。三笑哈，不管我阿伯。我选择三丘下的青藏，生转休发。金，你就要想清楚，你那对的是你，生转休发，第一个转的可能就是你。敢讲你唔惊吗？袂，我绝对袂后悔。就算讲会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好，金娘。既然你不怕死，我不怪我，也不怕受你连累。阿勇啊，物件传来。三柱清香插途中，香烟飘飘上九层。五鸡登出西路口，扬车金龙，哼！你要紧吗？你要紧吗？我不要紧，你先开，你去先开。手拍罗剑八卦式，再将南山红红印。罗剑八卦定量器，宝剑一量去。朱红玉，开量器的朱阿叔。归我，不归我！天命算你不归我，王你算计，天机，遐是多会会出我？这个世界，世界，不归我阿伯，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神的呀、啊，啊你是怎去当个头戆医生呐？你不是讲过会开两口，啊即马煞变世界？我拢听无呢。飞龙基因偏偏出生在七月，因为因时，因为因时要开飞龙，只有以心引力，用雷火化掉因气，才有法度打开龙眼啦。你是讲以心引雷，就是用你的身躯引起雷公相电，才当拍开这个龙穴心。哎呦，神的啊！你能讲讲算笑呢？啊，你甲走落去是会死人的你哦！哈、啊，看啦，我无死，飞龙，飞龙是袂拍开了。
哎呦，真的啊，你养紧无啦？袂赴，啥物袂赴啦？赴我煞来煞去，已经入我的心。就是讲我即摆天气也透袂过这个主事。真的啊！阿伯，你袂过死，你袂死。哎呦，你小心来者啦，真的。命中注定，我不过我。就是我都错过这个五里的死线，不怪我阿伯，你要做啥？不怪我阿伯，你袂用爱死，你真的袂用爱死，应该死的是我，你袂用爱死啦，你袂用爱死啦。戆囡仔，阿伯已经七十几，看了一世人的地。今仔日有我多死在这个龙穴，还当算作汉朝归土。拢是我害你，拢是我逼你甲斗相共，你嘛袂安尼，拢是我害你，拢是我害你。这拢是命，叫我用命来帮助你度过这个死关。今年。这是阿伯最后一遍跟你斗三工，失去这个机会，阿伯嘛无法度。阿伯，你袂用个死的，你袂用个死的。阿勇啊，今年就拜托，我先来走。袂用啦，孙的，我你真是安尼要甲行去哦，你是袂用个死的呢。哎呦！啊！不管我阿爸你袂死，不管我阿爸。你讲你哦。不管我阿爸。一拜天地温书情，二拜山川受有灵，五经开口向天地。愿你初心下心灵，手拍罗剑八卦手，再将南山红红印。不怪我阿伯，高龄啊，袂用去的啦，先有交代呢。你放过，不怪我阿伯。高龄，我要回来啦。你是要去倒位啦？不，不啊！人生有交代，我会保护伊呢。会用得去啦？你都明知知影去会死，我哪会用得让你去送死的？哎呦，不啊，放手啦！你讲袂用得去啦？金牛啊，你是咧创啥啦？紧放手！你讲要弹啊啦？唔，我袂放手。你放手？你搁唔放手？到时什么拢得袂着。不怪我阿伯，若要因你讲死啦，给我金牛就好，给我来就好啊啦。你走，你去走。高龄啊，你唔通去啦，危险啦！高龄啊，高龄啊，阿母你卖搞你啦。主持五雷听五令，速速引雷令五心。书啊相知天王，这位阿姨都心加急，问王八卦伊都混，地里阿姨都爱心跳，世纪。
你去量下。大伟啊，主家要出皇帝，是看你啊！不管我爹的呢，我也是啊。不怪我阿伯，不怪我阿伯，不怪我阿伯。这真正是不怪我存世，莫猜不怪我会当通天门，观地理。伊阁算会准别人，算袂准家己，更加算袂出今仔日伊会安尼死。不过我甘愿牺牲，感觉会当成就宁静王的遗孤反清复明。假使讲明朝的气数真是天定，人选胜天，这敢有可能？康熙22年8月，随着明朝最后的王爷朱熹贵的死。田克松献表行清，正式来结束了朱洪武一手创作的大明王朝，也记录母亲流落街头的这几年。为了要保全朱家的性命，在阿嫂的说服之下，温婉身份以高迪的名义，带着朱万凯嫁入朱家。另外一方面，在府城的王丁，也用朱书贵一家六口的性命。换来台湾官的官令一职，前后巴结的王丁更加将林清皇帝殿的宁静王府骗入水师提督施琅，改名施府爷。阿仔，只是一条梦。卜卦化缘，卜卦化缘。这么暗啦，哪还阁有人在卜卦化缘？卜卦化缘，卜卦化缘。请问道哥，无量寿佛，濒临佛缘，化缘路经此地，那是交了到施主的千望，望施主见谅。无关系，道哥，这个阿妈，你来伫遮化缘。佛道有缘人，既然有缘，那就分什么早甲晚嘞？哦，道哥，安尼本官是不是甲你有缘？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见亲也情，你我千里相识。你讲这是有缘，还是无缘？有缘，有缘。唔知影道哥，你要画偌济银两？收到人早已跳出三界外，平年无爱银两，只要一领袈裟，盖得满的物件，作为挂金即可。家世看袂到的物件，无问题。那安尼，大人，你要问什么？希望道哥会当替我解一个梦。那安尼，你是做什么梦？香凉秋珠。哪样呢？这就是答案。这就是答案。有会即有名，大人一记别名，可是。难免会两会伤心哦，请道哥为我说分明。小日朱元璋，领五虎平天下，天下定，功勋留来别功勋。大人，你短短两年来，平琉球
定厦门收台湾，感情是台清第一大功臣。如今你又高居福地殿，大人好基良血，好无伤人心，恐惊人有杀好意哦。好无伤人心，人有杀好意，你是讲天下定杀功臣啊？啊哪呢？下官要哪办？只要大人定如玉，保持平易一家些之地，自然保你安然无事。只是家些坎地为界，希望大人唔通后悔哦。西龙一言，快马一鞭，大哥需要的，你尽管提去。哪呢？平易就不客气咯。请。哦，慢点点吼。请问道哥发何？咱二人，人二苦，世上情哦，天上妙。天上妙，天上圣妙，妈祖娘娘。西龙叩见妈祖娘娘。西龙，你乃天上白虎星转世，威名大海剑书。挽救重生而来，本着一路化灯引导，助力大军平琉球、定厦门收台湾，今功德既满，望你莫贪悔恨。妈祖娘娘，圣官大胆请问，梦中降龙抢珠，是不是显示皇帝殿内会出真主，甲阮大清皇朝争天下？虽有背上阿头力，若要保命降佛心，切记切记。西龙叩谢妈祖娘娘。天下顶杀功臣，一语惊醒梦中人。不加在西龙得到妈祖施行，先将宁静王府关出来，作为代天妃宫，更加转教行台修功，拢是靠妈祖神迹化灯引导，助风摄政，神迹所致。因此造成清朝空余地侍奉妈祖。一年后，康熙二十三年八月，康熙以西龙之诏亲书御匾，加封代天后宫妈祖，并书通天后诏、玉旨、红袍，册封妈祖娘娘为天后，改代天妃宫为代天后宫。这是台湾妈祖由天妃正封为天后的第一神，也是台湾妈祖庙被称为天后宫的第一间开基祖庙。妈祖一句“水牛背上鸭头立”，一直让西龙不知要如何是好。到底皇帝殿内的真主是谁？也在阿母寮这边得到良血的阿嫂，主张今年有新，你等也等，就要等这龙孙出世。也不过，偏偏金牛一坐胎。足足十三个月，连一点仔动静拢无。微尽注射清注死，火龙投胎清一鬼，有时罗汉殿，生在阿母寮，死在北京头。在南北照十步，四海龙王替死路，主家祖先来照路，照阮新妇生查甫，白虎提天狗走，今年我囡仔快出头，今年我囡仔快出头。母啊，啊你安尼细细念，敢真是讲哦，照这地线啊足有效的安尼？
哎呦，我嘛唔知啊，已经三更啊啦。催生仔阿福子啊，催生虎阿甲大，啊都是干那囡仔生袂落来。我是咧惊讲哦，若阁继续安尼哦，唔知会安怎啦？啊，大已经第三更啊啦。啊，东西南北照十步嘛，已经照百外步啊。若要生哦，早就生出来啊。唉，恐惊的吼。这唔呐，爱了一条三宝钱，都还佫加开一条西公里。啊，你讲啥话啦？你告我破！你这个查某心肝这歹哈？迄是恁小姐嘛呢？呀，伊若有三长两短，啊，你就遐欢喜心。阿母诶，你莫怪我讲话歹听啦。俗语人伫咧讲哦，生啦会过加酒芳，啊若生袂过，就爱困棺茶房。我是为你设想咧，这万一哦，若是有三长两短吼，啊，着三鬼抓交替咧。哎呦，我跟你讲哦，阮孙若平安出世，万事皆休。伊若是有万一吼，我吼绝对找你这个查某算账。啊，关我啥代志？阿玉，你莫干了，阿玉。阿叔，紧来啦，紧的啦！阿母啊，你有听到无啦？内面花衣叶叫，哎，足危险的呢！哎呦，来个看！哎呦，便利啊，你给他先拍！哎呦，哎呦，阿叔，阿你玩哪个啦？没事啦，免烦恼我啦。你去烦恼哦，恁内面那两个啦，明年的囡仔囡哦，凡事也赶去做鸡啦。阿叔，你。金苗实在是真歹命，为着要生一个头上仔囝，敢若吹准着吹三工，迄是有够疼。莫怪阿勇啊，因母仔囝是又搁急又搁惊。古早的查某人若要生囝，真正若生会过，互你做安尼；，也若生袂过，你着去往死城。咱古早人无咧产前检查嘛，毋知影胎位是毋是坐有正，所以成功甲失败。迄个失败的指数占了三四成。奇怪，吉时将至，飞行军为何也是有形无体？罗汉门土地何在？哦，罗汉门土地拜见天后娘娘。罗汉门土地，今日酉时三刻，火龙降生，为何酉时将过，也不见火龙仙君原形出现？修行不低呀！原形投胎，人命关天，气科不低，本家为你护住，良心无退，喊你一刻来，速将。火龙神君原形大教，好借一丝祥明，逆定罪过难得，速去速回，不得有误。小心准旨。草地皇帝，白净大王的生代孙啊！那、天后娘娘啊，爱我一刻来去找到迄个火龙神君，但我是要去倒位找啦？啊，我一声真正会死！哎呦哎呦，我是咧叫你走啦，唔是咧叫你打啦！哎呦哎呦，这个阿廖来就无啥物人，阿谁啊？紧来声下！大兵大兵啊！嘉宾嘉宾啊！哎，你今嘛安尼是咧创啥？啊，我伫遮。啥？哼！啊，恁今嘛安尼是咧咋啥？没，我没讲炸，我是徛在遮。哼，我白来，什么在吃？
别当那些闭鬼闭怪拢给我闪。哟，你走你唔走哦，好啊，你若唔走哦，白干我即怪就拍到你做阿爸饼，啊唔紧走是无好，我你死走。吃鸭无大无只炸这卵是咧创啥？嗯？哎，敢讲这狗屎囡仔，狗屁在卵内底？原来你真正把我秘在卵内底哦，我抓到啊！哦，出来，出来！哎呦，你这狗囡仔真正唔出来，哦，你若真正唔出来，白讲我就给你剁脚掌！你这个不正死囡仔，把恁爸公安尼变甲下苦家是袂分花，啊！你要阁继续安尼算，哦！你若要安尼算吼，爸公安就你知影我的厉害。去投胎，去走来秘伫个卵内底，害恁爸官咧上三界，下三界四界找无你，一条老命，虾米嘛叫你收起咧？娘，陪我来去投胎。好吧。哎呀，啊你有皇帝命，通做唔去出世，甘愿秘伫个卵内底是无？鲁兰的皇帝较好啊！哎，啊，你是咧讲什么鲁兰的皇帝啦？本来就是啊，阿伯讲啊，无你讲看卖啊，白白是两军两师，为什么人住皇宫，我定爱住喺阿廖内？亲的不是恁老胖西，食的阁不是山珍海味，而且阁无皇帝厝，安尼无叫鲁兰的皇帝，无是啥？哎呦，讲囡仔。啊，青青菜菜，人生海海啦！啊，你有皇帝通做，卡伊还无啊？你青菜，我才无爱甲你青菜。你爱做，你去做啊，我才无爱去。哼！你啊，出来！甲我出来，莫甲我伫内面。喂，我不爱出来，我讲不爱出来就不爱出来。那这些是要安怎？这粒番鸭卵若是唔去投胎，我一个散土地，早晚会受伊连累。哦，风大落天落，大一声是要安怎？唉，惨惨，我这老肉配你这个冷肉蛋，用讲也袂用得。恁爸公啊，我就甲你用怪的。王囡仔，卖想。啊！你若要爱伫迄个皇帝嘴，白讲啊，我会当输乎你。真实的哦，你会当输我皇帝嘴哦？迄当然嘛是真的。听好哈，身穿龙袍头戴冠，脚踏龙座到人间，这朝来死，卡任你管，生死在你。一言间，真实的哦。嘿嘿嘿，当然嘛是真实的。阿哥嘞，阿哥嘞。好好好好，还阁有还阁有，听我讲。迄料来比嘴尖两口，
啊，若有事你讲，伊就听。好啊好啊，安尼真好，我有皇帝嘴啊，所有的文武拢爱听我的嘴。阿伯公啊，我的文武百官那有两只脚，还有四只脚的。啊，我知啊，人两脚，马四脚，我即马是王。王爱骑马，所以马爱有四只脚，对不对啊？阿伯公啊，对对对，跳跳跳，哈哈哈！安怎？有爽啊吼，啊有欢喜啊吼，啊若有爽有欢喜，进来去投胎啦。哦好，行行行。哎，唔对啊，阿伯公啊，什么是比嘴啊？阿廖来啊，就是比嘴咯。啊那安尼？调来四只脚是啥？啊，低调的低，人工啊，四脚。啥？低调干阿廖？你跟阿佩，我不爱偷呆啊！一遐久的时就要到啊吼！啊，你若唔洗挂着爱死，赶紧缀我来去投胎。我来投胎一边啦！啊，不要不接你！哎呦！多头背与天注定。飞龙投胎顺天行，八月初十酉时食，生在阿母寮，死在北京城。好在，现在看清楚哦！哎呦，戆囝嘞，迄刚刚听迄哭声吼，安尼遐戆声，嘛知影讲迄都是查甫的，是查甫的，不做咩啊？哎，我抱歉抱歉，谢你了，有听无？知啦，我听无嘛？谢你，谢你，谢你！哎呦，我都给我赞的你，嘛有声，都嘛有声，啊，唔食够共面无？甲看卖一个。我不要出血啦！我不要出血啦！我不要出血啦！妖怪哦！哎呀妈！你怎么会出血？什么事？我的孙，我的孙，阿母，阿母啊，阿母，你听我讲啊，我哎呀！千丈沙丘，先换后转；千丈沙丘以下，先转后换。先转，要我，我不，给你我。望尾光脚步步进，无疑牵过倒头行。阿嫂用心计较，
好良血得良孙，一出世就娃娃王杀死。虽然无人相信阿勇阿公囡仔出世会开口，也毋过对金娘的口中，知影得良血是先绝后患，因此一切拢袂好。阿嫂也甲阿勇抱着囡仔的尸体，沿路啼啼哭哭来到山顶。母啊，莫阁哭，饶我，我唔啦，我等半世人才等一个孙啊！母天无当就安尼无去，妈祖婆啊，恁哪会当无保庇？阿母，是咱家己无福气啊，恁哪当怪妈祖娘娘的？我的心肝，你哪好过啦？心肝，我的心肝，阿姐，你一世人无福气，袂要紧啊，阿爸甲阿妈哦，会烧经济纸钱予你。你若去阎罗王遐吼，予你后世人好好啊做人好。辛苦了，我好啊去啊，阿母啊。安尼跑跑倒，哎呦！啊，你哪会流血流安尼啦？啊，手哪会流血？奇怪，拄啊着安尼，才好天着，那雄雄做单一个车雷，哪会安尼死？一定是天公伯啊，伫咧折罚我。天公伯啊，我知影你嫌我贪心，才将我的孙套转去。你若要折罚折罚我，我无怨叹。啊，不过请你唔通对付我的事实啊！请你让我将我的孙带予好，让伊通啊立土为安。拜托拜托，阿母啊！拜托拜托，你莫安尼啦，好无啦，阿母啊！阿母。先坐。金星笑你福运定，黄阿妹顶富玉多，青龙青霸顺天命，火龙当胎顺应天命，天地三响，人神共振雷起。讲一声，哭三声。靠你今生世间行，牡丹红衣穿红纱，我嘛随身你惊啥？靠！我是不是？辛苦哎！下地下地，用哎！勇啊，你是安怎？你唔通甲阿母惊啦，你唔通害惊我啦，勇啊！老土时八二命，生爱逢时者，三声天地雷，黑龙倒胎阿母王，主一棍，死而复生。一句青龙青霸顺天兵，五马随身入京城，为何乃惹来主家灭门之灾？金牛是安怎要抬夫杀主？七个囡仔是要安怎才有法度化阿成棍？有一半皇帝命的资格，为何流落街头做乞丐？高义师长兼我贴的好朋友，这一集看了，你感觉安怎？介好看吼，都是唔的。阿祖吼用心做，也希望恁
关心甲阮看。节目最后要来感谢这一集的赞助单位，首先要感谢，当然是咱历史悠久、上界有文化的咱台南书记戴天佑公管理委员会所有委员，也要感谢咱的主任委员林明显介赞。人伊吼虽然安尼点点啊做吼，拢无四界咧广告，也毋过即一届，人伊即个歌服穿起来真有范咯。也要感谢咱即个朴树博，这是副主任委员詹吉仁先生，感恩下。你毋但是讲安尼真拍拼，甲阮收集阮的故事，而且你也参加演出。也要感谢吼，这是咱台南市长柯点台最近改情哦，因为你的花灯办了改好哦。也要感谢咱是查某人关心协会的理事长。吴春吉哟，你真的是美丽的慈悲，看你扮观音真的很漂亮哦。也要感谢哦，这位真正是观音妈祖哦，也是阮上届高票当选的今年新科立委，不但是讲人伊迄个立委的票提了吼，这个票数高，连这个收视率，提了也相当好，因为我们这一集播出真的收视率好高哦。也要感谢，这是咱台南东方艺术团表演团，这个是咱的朱团长，这个团体啊，做一只，搁再一摆娱乐赞。也到要娱乐，这个是咱台南孔庙的邱先生。继续要娱乐的，这是咱吼啊，这是什么？斜鹏顺风号，这是啊，单树红、单家和、蔡明志、黄文王。哦，讲到咱跩兄弟啊，大家真甲阮三讲。这回哦，你不但是人借阮用，船也借阮用。阿祖代表明视甲台湾机啊，搁再一摆甲你谢谢。市长兼外贴的，今日阿祖有水无？你看这个造型是亲像红红，还是亲像迄个鸡公，还是亲像鸡母？其实我觉得蛮好看的，大家都说这个台南华纳影城对我的造型特别好看，所以我又回到台南来录制，希望这一集的造型你会喜欢。那么感谢我们台南华纳影城我们的老板王老板，谢谢你哦。是这样跟我听的好朋友，不要忘记了，下一集很好看，阿祖大心我给你保证，不要忘记了，我们下一礼拜星期三台湾奇案再见。